第一题，下列何者最不适合作为计时的工具？老师上课说过，计时的工具要有周期性的变化，最好能够周而复始。稳定的脉搏有周期性的变化，阳光下干影的长度也有周期性的变化，小角度的单摆有周期性的变化，这是我们上课的重点，单摆的等时性。但是随风摆荡的旗帜没有周期性的变化，所以问我们下列何者最不适合作为计时的工具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随风摆荡的旗帜。